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学着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求着在我黑夜，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进行你可以看就是 Rocketeer， 好耶！现场各位这些都来了，真的都是这个会唱歌的唱将，是是是是，今天是 K 歌王了，是，今天我们大家要热热闹闹唱好听的歌给大家，没错。今天既然来那么多唱将，就Rock 歌王跟歌后各一对好啦。哇，精彩精彩精彩，太好了！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谁是 K 歌王，谁是 K 歌王？这次节目有了解的观众朋友就知道，你们现在这个歌唱实力不容小看。哎，你们这也是很强的哦，重量级的，重量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镜头一看，看到女生这边，山顶，哎呦，霹雳娇娃有没有？真的，谁是 K 歌王？大家加油啦！第一组请就位。哇哇！哎，王菲哎，哎，她今天是王菲的造型哎，她这样子很波斯米娅，波斯米娅，然后头发又是雷鬼，对啊。其实我有点担心，因为我高跟鞋很高，哦，怕跑不快，要听哦，你怕跌倒哦，可以啊，谢谢高人指点，谢谢画了眼线的朋友，是是是，哇，天好，他今天有画眼线，好帅哦，哇。眼睛比较长，脸比较小。真的吗？我的原始。那我以后都画这样子好了。今天的 Rock 之夜，我们就由彤彤来揭晓题目。好啦，好，歌王歌后加油咯。好，第一题准备咯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快点，肩膀，你在干嘛？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我竟然被一个手镯给害了。大爷，那不是甜甜圈。对，好，心仪。这首歌是来自阿密特的《好大力就来》。哇！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结结做一伙，是要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。拢是你害我规天咧茫茫，你的心我的心，今嘛莫搁假，要讨爱爱，好大你就来，莫藏在心内，怨叹无人知，思念做风台，心情散温暖，其实我不知。几会？给给做几会？太棒了，恭喜你 ，Rock the band！ 耶，答对！哎呦，好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哎呦，哇，天后哎，哇，对，这样会很难跟他 PK， 我会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他是尊敬的，对姐姐一直都是有一点感觉。好喽，哎呦，真的吗？你当年那个谢霆锋跟王菲。当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当年谢霆锋跟王菲。当年什么？你知道，在我这个年纪，听到当年就会很敏感，因为历史老师都会讲，当年我参加四行仓库战。但是你对号入座，其实你没有很老啊，对不对？37岁哪算老啊？逼他，逼给他逼。好吧，差不多了，快点撕了，来，没话讲，讲完了。
这边本来就是有些危险的动作啊。我很喜欢的歌，如果还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，总有冷落自己的举动，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，如果还有明天。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，总不在乎这种感受，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，如果还有明天。Come on，我那个因为碰到青也不见得会好过，他不怎么写低子，我觉得他也是，他也是一匹黑马，很会唱，一匹黑马，黑马。但我对我的明伟很有信心。好，来，三，什么东西？没想到，我知道，没想到好明伟。我告诉你，来，青你回来，怎样？我们刚刚都抢不到，你算是第一得分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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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伟。这一题一定要让我们帮，对，我们是第一棒上去的，没错，而且你要听清楚，我们这个提示是很厉害的，我们有提示吗？没错，裁判可以吗？其实可以的，来来来。他根本不是在提示，是送分吧？对，而且重点是我听不懂艾辰台语呢。不对啊！当年你还吐槽我啊？到底是一句什么话让同队兄弟艾辰怒呛，当场反目成仇的？对啊，你唱的不是很标准哎。啊？不对啊！当年你还吐槽我啊？对，像不像话？内讧了，内讧了。明伟自己觉得他们的提示对不对？内讧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唱的不太标准。应该有唱错，我自己都觉得应该是对的。没有啦，好像有唱到。你就算我的台语不标准，但是这首歌就是这个吧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，你听听看。哎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迪克牛仔。明伟有自己的见解。OK OK， 好好，对对对，我唱一次给你听好了。老师给我音乐，谢谢。如你的心到苦醉，为你破醉，你又将得为，你又将得为，任由不是倾向哦，哎，好像哦，那还是一样是这首歌吧？其实这首歌不是堆堆堆，是追追追。喂喂，不要再玩了，老爹。好啦，其实这首歌既然是 rock 之夜呢，那除了歌很 rock 之外，原主唱也要很 rock 哦，从头 rock 到尾。对，所以应该是我的偶像，谁？伍佰的《秋季狗叫》。爱你，你是伫倒位，无留着配信。
就是要这样才 rock， 真的，不止唱得棒，还骂得好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明伟，恭喜你 rock 的得分，下组请就位。好，加油！我手还不打算还他了。我打算自己带着当装饰。他带的是还蛮配的耶。你怎么可能带得下？我最近瘦了，你看，其实还是带不下。真的，太快下了，坏掉了啦。来，紧接着这一题，来，一二三。哎，不是台语吗？哇，哎呦，哎呀，是是是是是，一个飞扑就上去了，哦，好轻松哦，手环有加持，这首歌一定要嗨了，让你妈妈扭一下，够强吧？音乐那么辣，忍不住一特一触即发，怕了吧？脑袋不听话，诱人的关节想要说话，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，不要忍耐，随时要爆炸，爱不分对象，是农工商一家大小，连阿胖都想跳，让你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跳舞的人会发光，头脑不缺氧，让你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让热力传染全场，一起到现场，让你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让热力传染全场，一起到现场，欢迎，让你妈妈留一下，爸爸一起恰恰，让热力传染全场，一起到现场，让你喂，你这句就一直这样重复哦，对啊，阿哥 Q 我说你哦，故意的，我扭很久了嘞，你后面。让你做健康操，没有得接的吗？有差到啊！哦，老师很会 cue 呢。哦，让你妈妈扭一下，是你很棒，恭喜你 rock 得分。Yes， 好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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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紧接着这一题，一二三，只有亲戚留下一句我爱你。定格，你太优雅，这个姿势后这样子，这个跟时代有关系，你就认了吧，让给姐姐吧。对了对了，这个我应该还在包尿布。是，没错。哪有那么久？这是秋秋合唱团的《就在今夜》。就在今夜，我要悄悄离去，因为你曾经说你对我不再感觉温柔。就在今夜。说一句话，也许你不相信，可是我愿你记得这句话。这句话就是我想你，虽然你已经不爱我。就在今夜我要离去，就在今夜一样想你，虽然心中难过，但面对你的冷漠，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。就在今夜我要离去，就在今夜一样想你，虽然心中难过，但面对你的冷漠，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。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，恭喜何俊杰得分 ，Yes。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身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哇，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知进入享受享受，看着我吗？你喂，我是说他。最后一句呗，请。你最，你最珍贵。慧君姐唱得好难过。对啊，人家慧
君姐刚才那一题得分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又插了一个，你是珍贵，对啊。人家今天是歌后来到，我不是歌后，歌后，当然是影后，你是影后，对，我不是歌后，哦，真的。还有人家自己讲自己的，今天原唱在这边，我们要叫慧君姐讲评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跟张学友唱，跟爱晨唱，那感觉哪里不一样？其实跟学友唱歌是因为他大哥哥嘛，所以偎在他旁边唱歌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我跟爱晨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常常唱这首歌，对，我们那时候也是那个啊，对吗？啊，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哎。对，高慧君与爱晨的配对究竟是什么样的组合，让阿庞逮到机会？我跟爱晨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常常唱这首歌，对，我们那时候也是那个啊，青梅马主型的嘛，啊，青梅竹马型的，是青梅竹马，我们就是青梅马主，好不好？青梅马，你输了吧？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哎，八竿子打不到一个边。紧张，那接下来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接下来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对哦，大家请回去了。OK， 好，下组请就位。好，加油哦！真的，好想听节目唱歌。哦，好，一二三。哎呦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明伟，五种气味有了。这首歌呢，就是《蒙阿波雅嘎提》。一生不甘的魔咒的秘奥，那条鸡骨我爱你，莫名是红衣衣，有几小狗有心来是真欢喜，表面上已经跟他结束的哟。是什么？火箭的箭赛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首歌太明显了，这首是来自林强的《向前行》。火车渐渐的去行。对呀，不会轮到你吗？今天这个都快融化了，都快我唱歌，那个汗都快把它融化了。那就赶快融化好了。开始了，一二三，哦，让我拥抱你的身躯。哎呦，爱人，歌名就在旁边了啦，真的耶，爱人同志送分题了，这根本就是爱晨的歌啊。对呀 ，Come on。次闭上了双眼就看到了你，哎，你要吃什么？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，我要煎熬，我要煎熬。
保护自己，让我相信你的忠贞，爱人同志。也许我不是爱情的好样板，哎，列杯也不错。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，还向前看。十个未知力量的前。是或者是找到自己，让我拥抱你的身躯，爱人同时爱人同志，哎呦好帅，爱成恭喜你得分，好来下一组请就位，最后一题咯，最后一题啦，拼了，压轴压轴，注意看咯，一二三，先叫要先抢啊，这首歌是高凌风的燃烧吧火点，等一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Rock必备，这么破费啊，哎呦漂亮啊，对嘛，高凌风大哥，我需要阿朱跟阿花，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围绕，把你围绕。如果你是那火鸟，我一定是。那火苗把你照耀，把你拥抱， Come on， 燃烧吧火鸟，燃烧吧燃烧吧火鸟，直到天长，直到地老，宣布今天的成绩咯，是你歌后队得到了5分，我们今天的歌王队得到4分，恭喜我们的歌后队获胜，谢谢 Rocker， 来到请到前面来，好了，今天呢我们要参加 party 一定要有个主题啦，对不对，有歌王有歌后，但是其实大家不相带，都是好朋友，希望观众朋友听得很开心，谢谢